大家早，现在我跟天哥在长沙，是我们在长沙的，其实已经地很多天了。前几天一直沉迷在家的温暖里面，都没有拍视频。今天终于拿下手机出来了。现在是早上，今天中午我们有一个饭局，然后现在我们先去拿一个快递。感觉每次回家都要拿很多很多快递，但是现在我们家的快递，不是特别的方便，是在小区外面的一个快递集中点统一收快递，所以每次都要跑到那边去拿。然后你看你现在车你知道是歪的对不对，你要怎么能把它调直你就怎么打方向盘。怎么才能把这车调直，不对，错了。对，你打这边它不就歪了吗？它是要么就直接左拐了是吧？对，直接左拐，是直拐就是方向盘，左拐以后马上就是到房间路了吧，我看跟他们这里还是直行的，是哦，直行，直行，就直接在这里走就是的。直行，这里来回走好久。对对对，直行。现在是晚上，还挺晚的了。我们在准备吃夜宵，然后天哥跟我妈妈在玩倒车游戏，在培训他怎么倒车。吃的更多的是虾尾，就是虾尾的话就只有后面这一块，就基本上吃到的全都是肉。不过其实如果买整只的小龙虾的话，它的虾的个头会大一点，所以最近就吃这个整只的小龙虾。吃完了，其实我们就点了小小的一盒，这一整盒全都是我一个人吃的，我妈妈也不是特别爱吃，天哥也吃不了这么辣，所以这些都是我一个人的量。我们今天出来玩密室逃脱，天哥特别喜欢玩密室逃脱，对不对？因为新加坡的密室逃脱其实比较少，然后地方也比较少，然后价格也比较高，我们去过的地方就基本上都已经玩的差不多了。然后长沙有很多那种原创的剧情的密室逃脱，就我觉得之前我们玩过一个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，所以今天我们又来了。看到了一家卖糖油粑粑的，不知道好不好吃，准备买一个尝一尝。老快点是吧？是吧？长沙的糖油粑粑有两个门，有两个派别。这种是那种就是我比较爱吃的，是外面有一层硬的壳的，还有一种是那种就是全部都是软的，就是一块那种糯米团子的感觉。好吃吗？还可以啊，路边上买的能没有好吃到哪去，这么便宜。没有，一般都是路边上买的。买的哦，这边好多人。我们今天去一下长沙的三馆一厅博物馆、城市规划馆和图书馆，还有一个音乐厅，离我们家不是特别远，我们就上午过去看一看。今天天哥穿了好多衣服，窗户开的真好冷不？我管那个啥，今天长沙特别冷，我们都穿了两件衣服了。
右边其实你进的时候撞不到，就不会再撞到了。右边那边是吧？对对。而且我们离它越来越远。听到声音没有？听到声音，声音看一下，看一下右边位置是不是离它太近了？是有点。你的目的是让它出去靠左一点，然后再倒回来，对不对？对，那就往左一点。对，往左出一点，然后再打正。对啊，要往左边倒吧。对啊，不然怎么会到左边去？然后倒一点之后再打正。那边那个楼都到云里面去了，哇，好好看啊！那我们去博物馆参观一下吧，啊、博物馆也可以看一下。那我们要先去换票，啊、我想想在哪里换哦，在这个里面换票。好，我妈妈终于把车停好了。你有？我们现在上来了。这个江边真的还挺冷的。我们现在在长沙的湘江旁边，湖南的母亲河。后面就是湘江，然后这边是音乐厅，自己就骑个电，这儿有一个，今天应该在做图书馆里，这个是博物馆。哇，好厉害啊！我们又出门了。今天下午我们想去一个，其实是一个我想去很久的一个地方，它是一个木工的工作室，嗯，然后可以在那儿做木工。我想去那个地方很久了，因为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就是手工的东西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然后今天正好有时间，我们俩就去看一看。我刚刚把这个边都削掉了。边，然后现在这个形状差不多就这样。现在我要把这个边上给它打圆，知道吗？圆了没？Used to be an old man, getting your goodbye today. Stole away the Chopin, now I'm on to R&B. Cause ain't no way I'ma die in a cubicle.I'm a fight till the day of my funeral. 今天是我们在长沙的最后一天，晚上我们就要去机场回新加坡了。那我们再来市中心，最后吃一吃，还有想吃的东西和想买的东西，再来逛一逛。哇，你看都不排队了，今天。确定。来干个饼，干个饼，哎，买了两三包。我们在排队吃黑色经典的臭豆腐。要先来买再排队哦。每次来都排队这里，但是我觉得还真的蛮好吃的。上次回来的时候发现这家。觉得还蛮好吃的，然后每次回来都到这儿来吃。这个今天大概能够卖多少套？咱这个最高的记录，一天卖了50000件。人家是今天多少？我们13年的试验，用摆摊的方式，不同的摊，不同的口味，最确定是决定了一种的头，他的话，一看这个头，对，绝对会决定一个，他就做的太仔细了，他后续各种分析啊，是吧？就是如果说您要给他们一些建议的话。哎呀，一口啊，烫不烫？现在应该没那么烫了。嗯，我们路过一个游戏厅，准备来夹。夹一点娃娃，哦，是吧？
走吧，不玩这个了。欠的那个人，谁的副总裁、啊？阿里巴巴。这是牛油果，你喜欢吗？拿哪个？你要 cheese avocado。不要 cheese avocado。就这样，对吧？这样。嗯，好，给他。你稍等，这么久。好喝吗？你的。哪个？你的啤酒花。你喝，尝一尝。尝一尝。一面的，还是二十块。嗯，很神奇。很神奇吗？我还买了一盒他们这个。他们原创的这种小咖啡，其实有点像速溶咖啡，但是它是一种说是无损的萃取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，所以买了一盒准备回去尝一尝。我们已经到机场了。好吧。给他拿一点呗。走之前再到机场喝最后一杯，茶颜悦色。是不是需要我给你开啊？不用。那我你开门吧。好喝啊！我们已经到登机口了，应该还有几分钟就会登机了。还带了鲍师傅，好好吃啊！四十四号登机口登机，携带婴幼儿需要特别观看。Would you like to invite the member of the number 13 to board the aircraft? 我们已经上飞机啦，9:15，今天晚上凌晨的时候会到新加坡。好啦。那这一次的 vlog 就到这结束了，我们下一期 vlog 回新加坡见，拜拜，晚安。Be an old man, getting younger by the day. Start away the Chopin, now I'm on to R&B. Cause ain't no way.